一个千锤百炼、历经磨难而不衰的民族，一个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这就是灵魂。企业的发展不能没有民族精神，企业的生存不能没有民族品格。正是这种优秀的精神品格，锻炼出一个心怀志愿的民族企业，育才众多。60载蒸蒸日上，共和国崛起波澜壮阔，20年渐行渐近，育才重工铸就新辉煌。坚持以社会绿色发展为己任，追求事业和谐共赢，为全球发展提供绿色动力的育才机器集团，孕育出中国最大的中小型液压挖掘机生产和出口基地广西育才重工有限公司。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经过多年艰苦创业，凭借不懈努力和自主创新，以绿色发展、和谐共赢为企业理念，引领中国挖掘机市场的前进步伐。育才重工以民族产业发展为使命，以产业报国为己任，靠的就是这种宝贵的民族性格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一路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在以挖掘机产品为核心同时，向工程机械产品的广度和深度扩张性发展。品质源于科技，科技源于实力。在精工车间拥有德国、日本以及国内先进机床设备等，包括焊接成型工序，实现零件投料到成品不落地的流转方式，大大提高了零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总装车间严格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产品装配制造工艺的制定，采用 SAP 系统进行产品配件采购供应管理，推行零部件入厂区直接配送工位的管理模式，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长久以来，育才重工以大禹治水、荒漠成舟的开拓者精神，以打造民族挖掘机品牌为己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一如既往在产品质量上严格按照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执行，通过高素质的质控队伍，采用先进的检验设备，有效提升产品质量，为地方建设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育才重工经过多年的努力，攻克难关，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育才挖掘机，其主导产品有液压挖掘机、无尾型液压挖掘机、旋挖钻机、滑移装载机等，产品已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为全球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上善若水，以容天下。思路决定出路，行动决定成败。育才重工与国内外代理商建立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销售与服务网络涵盖国内各省区及全球70多个国家，不断开拓产品市场空间，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平台，以优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真诚回报用户，回馈社会。这一育才重工营销服务理念正引导着厂商客户和谐共进。御善其事，先利其器，团结一心，其利断金。育才重工以做专业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为指导，重情义举，齐心协力，把集体荣誉作为个人的最高奋斗目标，贯彻执行品牌先行、谋局战略，强化责任，严控质量，创新营销，提升服务，推行改革，革除陋习的经营方针。不骄傲，不懈怠，不松劲，披荆斩浪，争夺新高。在产品研发上打造强劲技术队伍，围绕公司的远景目标，
以负责任和持续创新的精神，争当中国最大的中小型工程机械生产出口基地，争当中国中小型工程机械第一品牌。目前，育柴重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拥有各种科研人员200余人，其中硕士博士50人，紧密关注用户需要，积极与国外工程机械技术专家探讨合作，运用 CAD、CAE、PDM、CAPP 等辅助工具，不断创新设计，成功研发一代又一代适用领先的新产品，为育柴重工事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强大的保证。创新思维，构建全新营销网络，一流服务，赢得市场先机。营销公司成立至今，全面提升营销技巧和业务的能力，大力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绩效创新、用人机制等创新，围绕着用户构建个性化的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和售后服务，依托 YCCS 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呼叫中心，实施主动跟踪服务，向海内外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快捷、最满意的销售服务。厚德载物，人心所向，对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品质，企业信念和灵魂，这也是一种品质，追求与建立起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相适应的企业大厦，是中国当代企业家的使命，这个大厦也正是育柴中